以前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不管什么事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也能做好。因为在上学的时候，我的成绩一直很好，还被选为学习组长。那时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，别人问什么问题，我的哥哥们答不上来，我都能答上来。我就很鄙视他们。我的哥哥都说我很傲慢自大，必须尝试改变。 多考虑别人的感受。嗯，是啊，但我觉得他们这么说啊，是因为嫉妒我，所以我并不在意他们对我的指责。二零一九年，我接受了全能神的末世做工，不久，我开始浇灌刚接受神做工的新人。当时和我一起陪搭的三个姊妹，有两个接受神做工才几个月，还有一个是乔娜姊妹，她是辅助我工作的。 我当时被选为小组长，这对我来说啊，意味着我在这个小组里边啊是最好的。一起工作时，当他们问我说，呃，能不能这么做，我经常说不能，应该按我说的那么做。就像每次给新人聚完会后，强大子妹问，呃，要不要再问问新人有没有听明白？我说，不用。 在聚会时都问过他们了，他们已经明白，没必要再问了。当乔娜姊妹说，在交通见证神做工方面的真理时，可以交通的再细一点，这样能帮助福音对象更快的定真实神的做工。是是啊，我就不加思索的说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没必要再重复。有时乔娜姊妹还会让我呃去了解新人的情况，我不想去。 我觉得我是组长，应该由我安排他怎么做，而不是他告诉我应该怎么做。呃，有时乔娜姊妹还会问我新人有没有明白聚会交通的内容。我看到他总是跟进我的工作，我就很生气。你又不是组长，没权利让我坐这坐那。哎呀，咱们是组长，姊妹配合咱们的工作。 这是对工作负责任的。是啊，当时我特别狂妄，不仅和乔娜子们没有配搭，和另外两个姊妹啊也没有配搭。平时都是我自己去扶持新人，也不把工作分配给他们。我觉得他们刚接受神做工不久，很多意向真的不明白，可能做不好。一起主持聚会时，我就总是说了很多，不给他们留交通的时间。 我担心他们交通的不好，新人听不明白。可是这样做，他们就得不到操练呀。哎呀，是啊，是啊弟兄姊妹虽然新人时间短，但他们身上肯定也有长处。对、嗯，是啊。如果只看他们的缺陷，就很难有真实的配搭呀。是啊,是啊，其实两个姊妹的交通啊，新人也能明白。只是我看不上他们，才不想让他们交通的。 一次，我为了让新人尽快在真道上扎下根基，就想多交通几方面真理。但是姊妹们说，不能这么做，因为我们聚会只有一个半小时，如果交通内容太多，时间不够用，新人也听不明白。是啊，我们可以分几次交通。嗯，但我当时不愿意接受他们的意见，我就努力的说服他们，让他们听我的。最后呢，他们也只好同意了。 后来我们交换了有二十多个新人。第一次聚会时，新人几乎都在场。但后来的几次聚会，我发现缺席的新人越来越多。最后二十多个新人，只有三个能正常聚会的。哎呀，这么多人没来聚会啊！是啊，我交换新人以来，也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。当时我特别困惑，也很消极。 后来有一天，戴林就问我：“情形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不好。这段时间我尽本分的果效很差。每次聚会，我也和新人好好交通了，也都问他们是否理解，他们总说是。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来聚会了。”戴林告诉我：“你应该好好反省自己，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合适，才导致新人不来聚会的？”是啊。啊 还说，你有没有问过你的三个陪打姊妹，他们有没有发现你交灌的内容和方式有问题？我说，没有，我不认为他们能提出好的建议。戴林说，这就是问题啊。你应该问问他们的意见，而不是总相信自己。是啊，听戴林这么一说，我觉得是对的。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问问三个配搭的姊妹。我一直认为我比他们更会做工，他们的想法，在我看很没用。随后，戴领给我发了一段神话，我给大家读一下。嗯，好。你们平时尽本分与人配搭的时候，能不能听取不同意见？能不能容许别人说话？能做到一些了。 以前很多时候，弟兄姊妹提建议，我不愿听，还坚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。后来事实显明自己是错的，这才看到弟兄姊妹当时提的建议多数都对。大家一起商量出来的结果才合适。凭自己看不准有缺少。经历过后体会到，和谐配搭特别重要。是啊们。 从这世上看到什么了？经历过后有没有得着益处、明白真理啊？你们说，人有没有完人啊？就是再强大的人，再有本事、再有才能的人，他也不是完人。人得认识到这个，这是事实，也是人正确对待自己的长处、优点，或者缺点该有的一个态度。 这是人该具备的理性。你具备了这个理性，你就能正确对待自己的长处与缺点，也能正确对待别人的长处与缺点。这样就能与人和谐配搭。你明白了这方面的真理，能进入这方面的真理实际，跟弟兄姊妹在一起，就能够达到和睦相处、取长补短。 这样，你无论尽什么本分、做什么事，都能越做越好，有神祝福。如果你总觉得自己不错，别人都不如你，你总要一个人说了算，这就要麻烦，这是性情的问题。这样的人是不是狂妄自是啊？阿门阿门<们>。阿<们>神的话点出了我的问题。神话说。 你们平时尽本分与人配搭的时候，能不能听取不同意见？能不能容许别人说话？看着神的问话，我反思自己这段时间和三个姊妹的配搭。他们提的意见，我都是一律的不接受。即使他们的意见是好的，是对的，我也总是不同意。因为我不想让他们认为我没有他们优秀，我认为我是最好的。 能提出好建议的人应该是我。在这个小组中，我是组长，他们应该服从我，听我的，而不是我听他们的。神的话说，每个人都有缺少，都有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。而我总认为自己是最好的，比别人都高，这不是狂妄自大吗？是啊,是啊。从神的话中，我看出啊，是燕增这样的人。嗯 后来我又看到一段神话，嗯我来读吧。好，是“尽好本分必须有和谐配搭”这篇神话的第二段。嗯，尽、嗯、本分总反攻最大的问题，不是业务知识不足，也不是经验不足，而是因为人太自恃、狂妄，没有和谐配搭，独断专行，结果。 把工作搞砸了，一点成果没有，功夫都白费了。这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人的败坏性情。败坏性情如果太严重，就不是好人了，而是恶人。恶人的性情比一般的败坏性情要严重的多。恶人能作恶，能打岔搅扰教会工作。恶人尽本分，只能把事情办坏。 只能把工作搞砸，效力都得不偿失。有些人虽然不是恶人，但凭着败坏性情尽本分，也同样尽不好本分。总之，败坏性情太拦阻人尽好本分了。你们说，哪方面败坏性情最影响尽本分的果效？狂妄自恃。狂妄自恃的主要表现是什么？ 就是独断专行，我行我素，不听取别人的建议，不跟别人商量，跟人没有和谐配搭，总是自己说了算。虽然经营项本分有好几个弟兄姊妹一起配搭，各尽其职，但是有些组长或者负责人，总要一个人说了算，做什么事跟其他人都没有和谐配搭，没有交通。 没跟大家达成共识就贸然去做，让所有人都听他一个人的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阿门阿门。嗯、神的这段话对我的触动很大。以前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进本分的果效不好，看了神的话我才明白，是因为我的性情太狂妄，不能与人配搭导致的。嗯。那段时间和三个姊妹一起配搭。 我总是一个人说了算。就像每次我们讨论聚会要交通的内容时，每个人都会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，最后综合决定应该选择什么聚会主题，以便使聚会达到好的果效。嗯，但我从不问他们的意见，就自己做了决定。因为我觉得我的意见是好的，不用听别人的。当有人提出异议时，我还会找各种理由来拒绝。 因着我太狂妄，不接受别人的建议，尽本分就没有神的带领祝福，也没有任何果效。这次的失败对我就是个显明呀、啊！是啊，是啊这狂妄心情啊，太难阻人尽本分了。是啊，是是啊这么交通我也明白了。嗯，做工作总是一个人说了算，不和人配搭，不听取别人的建议，工作就容易出差错呀。是、啊、是呀、啊。 后来姊妹给我发了两段神话，咱们来看一下。好、嗯，好。嗯、全能神说：“你心里真明白真理了，就知道怎样实行真理，顺服神了，自然就能走上追求真理的路。你走的路正确了，达到合神心意了，圣灵的做工也不会离开你。” 这样，你背叛神的危险就越来越小了。没有真理，就容易作恶，并且身不由己。比如，你有狂妄自大的性情，不让你抵挡神也不行，你自己控制不了，这是身不由己的事，你不是故意的，是由狂妄自大的本性支配的。 狂妄自大，就是你藐视神，不把神放在眼里；狂妄自大，就是你好高举自己，处处显露自己；狂妄自大，就是你看不起别人，心里只有自己；狂妄自大，使你心里失去神的地位，最后坐在神的位上，让人都顺服你。 把出于自己的意思、自己的思想、自己的观念都当作真理来供奉，这个狂妄自大的本性支配人做了多少恶事啊！要解决人的作恶问题，必须先解决人的本性。没有性情的变化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 你得记住，尽本分不是搞你自己的事业，不是搞你自己的经营。这工作不是你私人的，这是教会的工作。你只不过是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，你所做的在神经营工作中属于人配合的一个小小的部分。 你只是在一个角落里的小小的角色，你担当的就是一份这样的责任，你心里应该有这个理智。所以，不管是几个人的活儿，临到难处，首先得大家在一起祷告神，一起交通，寻求真理，然后确定好实行原则。 办事就有路了。有的人总想显露自己，他负责一项工作，总想自己说了算。这是什么行为？这叫独断专行。自己打算怎么做，不通知大家；自己是什么观点，也不跟大家商量，不跟大家透露、敞开。 就在心里藏着，到做事的时候就总想一鸣惊人，给大家一个惊喜，让大家高看。这是不是在尽本分？这是要显露自己，等他有名望、有地位了，就开始搞自己的经营了。这样的人是不是有野心呢？ 你为什么有什么事都不跟大家说呢？既然这工作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为什么你做事不与人商量而私自决定呢？为什么你做事暗箱操作，大家都不知道呢？为什么总想让所有人都听你一个人的？ 分明是你把这工作当成自己私人的工作了。你是老板，大家都是员工，都是给你打工的。你心里总有这个思想，不就麻烦了吗？这样的人流露的不正是撒旦的性情吗？这样的人尽本分，早晚得被淘汰。好门、嗯。 通过读神的话，我才认识到，狂妄已经成了我的本性，成了我的自然流露。当我在沈家有点地位，我就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发挥自己的优势，让大家看到我比别人强，选我当组长没错。我还想向佩达证明我比他们好，不需要他们的意见和帮助。因着我的狂妄，我总是认为我什么都知道。 听别人的没用。我把自己的意思当成真理来对待，让别人都按照我说的去做。尽本分，我也不寻求真理，不依靠神，而是依靠自己的经验和头脑素质来交换信任。并且还强制别人听从顺服，这不是和天师长一样吗？是啊，天师长就是狂妄自大，不敬拜神。 他想与神平起平坐，最后带着很多天使背叛了神。我活在狂妄性情里，不接受真理，还让别人都听我的，也是和天使长一样在抵挡神、背叛神的。是啊。我又想到，在现神之前，我就是个很狂妄的人。我瞧不起比我差的人，包括我的哥哥。 记得小时候，我成绩没有取得第一名，父亲就对我大声斥责：“你必须考第一名，超过其他人。”奶奶也常跟我说：“你必须努力做最好的，这样你才能获得尊重。”听他们这么说，我总是试图在所有人中间脱颖而出，让自己处于第一的位置，这样才能显得我比别人强。 我认为听别人的就显得我很差，所以对别人提的建议我就不愿意接受。从神的话中，我才认识到，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。我处处尊自己为大，谁也不服，这是撒旦性情啊。嗯，是如果不变化，我尽本分不仅达不到好的果效，还会作个抵挡神，最后。 我也会被神淘汰，受惩罚呀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以前我就认为，尽本分留了点狂妄，这不算啥。借着神话揭示，我才认识到，这狂妄本性是抵挡神的祸根呢。是、啊，真是这样。看来这狂妄性情不解决，想尽好本分也难啊。是啊是啊是、啊。啊、另外，通过读神的话，我也明白了，本分不是我自己的事业，也不是我施展能力的机会。 而是神给我的托付。是是是。当我遇到困难时，我必须和别人配搭解决。在做决定之前，我也应该征求配搭的意见。如果不考虑对方的意见就做出了决定，耽误了神家工作，这样尽本分就是在作恶呀。是啊是啊。认识到这儿，我就想扭转自己对待本分的态度，和弟兄姊妹和谐配搭。感谢神！感谢神！ 后来灵修时，我又看到一段神话。嗯。你们说与人配搭是不是难事？其实不是难事，也可以说是很容易的事。但是为什么人都感觉难呢？就是因为人有败坏性情。对于有人性、有良心、有理智的人，与人配搭就相对容易，就能感觉到。 与人配搭是快乐的事，因为每一个人单独做成事都不容易。不管涉及什么领域，做什么事，旁边有个指点的、帮衬的，总归是好事，比一个人做容易得多。另外，每个人的素质能达到的，或者自身经历到的事都有限。 哪一个人都不可能是万事通，都不可能达到什么都懂、什么都会、什么都能做到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是。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具备这样的理智。所以说，你无论做什么事，是大事还是小事，都得有几个帮手在旁边，给你指点也好，给你提供参考意见。 或者帮你做一些事也好，这能让你做事更准确一些，更不容易出错，更能少走弯路，这都是好事。嗯、阿妈们，揣摩这神的话，我明白了，只有与人和谐配搭，才能真正尽好本分，活出正常人性。嗯、是,啊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以前我认为几个配搭姊妹，有着接受神做工才几个月。 都是刚做交换工作，有很多地方都不懂。而我信神已经三年了，我比他们更有经验，所以对他们提的建议和看法，我从不接受。现在我才看到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。虽然我信神时间长点比他们有经验，但并不意味着我什么都比他们强。没有弟兄姊妹的配搭，我一个人根本就尽不好本分。 嗯、是啊。就像有时聚会，我对有些真理认识的肤浅，交通的不好，就需要有人配搭才能交通的更明白。是，有时新人临到病痛不来聚会，还有的忙于工作影响了聚会，我找不到针对他们倾听的神话，这也需要配搭的帮助。阿、啊、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得到神的开启，神并不是只开启我，给我素质。 我把自己看得太高，把别人都当成笨蛋，这是错误的、愚蠢的。嗯，是是是。神开启带领我们，不是看我们有多少做工经验，而是看我们能不能寻求真理、接受真理。嗯、对，对。嗯、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长处，就像乔娜姊妹，她尽本分有负担，还能提出许多好的建议。我应该和姊妹好好配搭。 学习他身上的长处，补足自己的缺少。嗯，先生。感谢神人无完人，没有一个人是多面手，什么都懂。嗯，就是明白的再多，也有考虑不到的地方啊。哎、是啊，是啊大家互相取长补短，工作就不容易出差错，也、嗯啊、能少走很多弯路啊。嗯、是啊。是啊后来进本分时，我就尝试听取弟兄姊妹的意见。每次聚会结束，姊妹让我再单独问问新人。 有没有理解聚会的内容，我就按照姊妹说的去做，不再像之前那样抵触了。哎呀，感谢,感谢神！还有啊，姊妹让我在给新人聚会时、啊，交通的再细一点，尽力解决新人的问题，我也照做了。有时姊妹还给我提了一些交惯新人比较好的思路，我也会去实行。过后我看到参加聚会的新人多了起来，我特别高兴。感谢神！ 就想到神的话说：“圣灵不仅在某些神使用的人身上做工，更在教会中做工。说不定在谁身上做，这一段时间在你身上做，你经历了，下一段时间在他身上做，你赶紧跟随。越跟随现实的亮光，生命越能长大。” 不管什么样的人，只要是圣灵做的，你都跟随。从你的经历中去实际体验他的经历，你又得着更高的东西，这样实行长进更快。这是成全人的路，是生命长进的一个途径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从神的话中，我更加明白了，尽本分不能狂妄自恃、只守自己。 要与人和谐配搭，阿门。因为圣灵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开启光照。是啊，是啊。不管人信身时间长短，有没有地位，只要说的符合真理，都应该接受顺服，阿门。如果拒绝不听，这样尽本分就不会获得神的祝福。嗯，是。啊。经历过后，让我感受到，尽本分和谐配搭太重要了。阿门，阿门。感谢神，感谢神。